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刚刚听老师说了那么多，我也想了很多。人是要成长的，也希望你能给我时间让我成长。我们之间的事儿，我也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去考虑一下。还是之前跟你说的那句话，如果你考虑好了，未来路还有很长，我希望你能像欺负我们家狗一样欺负我，我希望咱们能一直走下去。刚才老师说了那么多，其实我以前一直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想法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一直在自欺欺人，骗着我自己。我觉得你真的也很爱我，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，好吗？我刚才说过了啊，马上领证，你们就回来，说我们再放一放，拖一段时间，再观察一下彼此，你们就不要出来。真的领证了，我们也欢迎你们再回来，对不对？这个节目每年在春节的时候或者一些重大节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些回访的吧。你要真领了结婚证，说不定明年的春节特别节目或者后年的春节特别节目，你们再回来也不是问题。不要为了什么而什么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两位。